要求你考九十分以上。如果你没有考九十分以上，我不让你看，不让你看漫画、动画、轻小说之类的。你再继续看下去的话，接下来两个礼拜都不会看。一天不能看，这很久啊。为什么不能继续看？因为看动漫都会受到限制，所以我们想改善这个问题。我是发问卷给同学们，然后发问卷后看有看动画、漫画、轻小说的人数跟被限制看动画、漫画、轻小说的人，然后之后做成一个推广小册，里面写了一些可以推荐的动画、漫画、轻小说之类的东西。还有为什么推荐那个理由，然后还有契约，就是那学生跟家长们可以达成一个和平的东西吧。然后就是最主要目的，就是那家长对动漫的看法改变。然后请大家协助调查，然后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小册子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在问卷上面留上自己的姓名，调查看动漫的人数跟为什么会被限制，所以请大家协助调查。